作为一名有着多年驾车经验的人来说，要是没被扣过分、罚过款，还真不敢说自己是一名老司机。对于一名老实的车主来说，最多的扣分原因或许就是超速了。说到驾车超速，估计有很多司机会抱怨，进入限速路段，我明明降速到规定速度以下了，为何还被判定为超速？但是抱怨有何用？随之而来的只会是一张罚款单，加上扣掉6分的处罚而已。因此，这里我就为大家说一说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许多车主对于测速装置的了解还不够。在一般的测速区段，并不是只有一个测速装置在工作，而是在测速区段的入口和出口均设置测速器。换句话说，测速装置测量的并不是汽车路过时的瞬间速度，而是通过这两个速度器的协同工作，从而计算出汽车在整个区段内行驶的平均速度。我想说到这里，大家都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许多司机会在通过测速装置几秒后就开始加速，殊不知自己还没有脱离监控范围。所以说，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车主在没有搞清楚状况下就被判罚超速，归根结底还是车主本身的问题。如果他们都知道测速的具体方式，也就不会轻易的中招了。